香港火力量喺今年10月26日7號舉辦一個雙健共融日，咁啊，到時咧，從大家咧可以同商場同事咧，就一個好近個距離，可以去了解佢哋啦，同埋支持佢哋。希望各位商場市朋友仔可以多一個機會踏出呢個社會，去認識身邊唔同嘅人。所以希望各界人士可以積極啲參與我哋呢個共融日，拎出我哋個愛心，一齊支持。 復康力量，相見共融日2013，到時見。我誠意邀請大家一齊嚟出席，喺10月26、27號，兩日喺呢個中央誒草坪維多利亞公園咧係舉行。咁希望大家咧踴躍嚟參加。10月26、27號維園見。請支持香港復康力量，相見共融日2013，到時見。10月26、27號。 不見不散，就希望到時26、27號維園見啦。嗱，咁希望大家咧嚟支持一下10月26日同27日兩日喺維園草坪咁有意義活動，到時見啦。